爬不动，我要酋长，我也不将就。是，我也不将就，我情愿当到50岁，我也不将就。你要哪个女的把我娶回家，他们家以后绝对越来越好。我要求他比我大10几岁，我又没说话。哎，对啊，你还要消失就成。对啊，我是关心的。没有讲感情的。啥？你那么说？讲感情家接待。你跟他那个结婚，还就是他两个才起来的吗？人家女方有这么好的条件，他要到2万以上。他也要找有车有房。我这个条件其实可以的，我不抽烟不喝酒，就无不良嗜好啊。我觉得你这个人应该到神经病医院去看一下。我认识。